虽然高雄的晚上没有太阳可以晒，但是我们可以来夜市体验跟着大家一起取暖的热闹感受。哇，来到这里啊，真的很舒服。这里人好多，很热闹，对不对？而且这里好宽敞，吃的好多。哎呦，哎，所以待会爸爸带你们去，好好的吃饱一下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好。OK。钱有没有带够？啊，钱。我以为你会付哎。我没带钱哎。没带钱啊？好了，没关系啦，越结。好了，来走，带你们去吃一吃。天天高和塞雷，爸爸以前出外景的时候，晚上常常都来六合夜市找美食吃。这一遍啊，你们第一次来到六合夜市，爸爸决定要翻出我心目中最好吃的小吃名单，统统找出来，让你们好好品尝一下。哇，好香啊！哎呦，哦，就是这一摊呐！啊，天哪！我跟你讲，这一摊好厉害了。哦，网络票选。人气非常高 ，Number One。哎，大哥啊，哎，你好，哦，我们这个香到不行了，好香哦，香到我们肚子饿了。哦，哇，大哥，你这烤肉摊做几年了？好，快十年了，这么久？你不就大概五岁就出来了？第二代，哦，你第二代了，第二代，哎呦，哇，大哥生意这么好，一直都在这里，哎，都在这边。哎，啊，你到第二代，啊，有没有培养第三代准备出来了啊？还没有哟。他的眼神看着我们两个人。天天，叫爸爸快！以后想不想要赚大钱？想。想哦。啊，想不想要烤肉赚大钱？想。想不想？想哦。大声喊干爹！你喊干爹以后，那个大哥啊，他就说以后这个摊子就给你们了啦。对，干爹，赚大钱，我们还要上班吗？对，没关系，等你上完学，你就直接来这边接班就好了。好不好？还要坐高铁，那有什么关系？赚大钱哦！要不要？要吼！要来，十二三，大声喊了吼！一二三，干爹！我也要干爹！哎，还好他喊干爹，喊干哥哥，我就担心了。干杯了，我就干杯了。但是你这个哦，真的香啊！就说你跟人家在烤肉上面有什么不一样？怎么会大家这么喜欢呢？啊，因为啊，它这个除了食材特别之外，哦，还有纯木炭烤，纯木炭，炭烤肉就木炭香，对，再加上独特的烤肉香，烤肉酱，这个好赞哦！食材重要，酱料重要。哇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最近啊，昌明啊，瘦到一个不行，你看他两颊。可以帮我挑一只最补的给他吗？没问题，马上来。这只最补的给你。等一下，你们不要急。妈妈说瘦的是我，不是你们呢。是我，你看。啊，你也瘦了吗？你也瘦了吗？你哪里瘦？哎呦，你们两个都这么瘦，很威瘦。那我们一起吃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你们先吃。你们先吃。怎么样？好，超好吃哦。啊，请问一下两位，啊，爸爸现在可以补一下身体了没有啊？啊，拿高点，他拿到他超过身高，他们就有。不要，要下来。没关系。有这么好吗？没关系。哎，你哥。但是我说真的啊，好不好吃？好喝，好喝，它的那个酱料吃在嘴里面，真的是回味无穷啊！真的，而且啊，它烤的技术非常好，因为外酥内嫩。哎呀，它这个哦，烤的那个熟度啊，每一口觉得都刚刚好。真的，所以只能说哦，烤肉真好吃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你们怎么样？你们现在组小五对是吧？
哎，怎么几串小小的烤肉就已经让我们全家人开始起闹哄闹革命了、啊？而且烤肉好吃的程度已经让 Ken Ken 他们整个人呈现狼吞虎咽的状态。哦啊，你们这个烤肉酱难怪生意不错，难怪网络票选人气高。Number one。哦，啊，这是你的老婆子，我女儿。哦，你女儿的。所以你看你爸爸这样烤肉辛不辛苦啊？很辛苦，很辛苦哦。所以以后不想接哈、哦。不会啦，我接。不会啦哦。下次我们来的时候就叫百年老店。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下次哦。他那是我们几岁？百年老店。也吃咬不动。九十岁了还要出外景哦。哇，你中年啦。你爱钱呐。没啦没啦，我先走哦，我送你了。亚兰，你终于说出心里真正的心声了、啊，竟然要我工作到九十岁，那个时候全家出走中就变成侯老爷爷出走中了、啊。既然来到了六合夜市，有个朋友是一定要去拜访，他们家的海产粥真的是澎湃又极品。这里就是来到这个六合夜市呢，一定要来品尝的。哦，一定要来品尝。我每次来到六合夜市一定要吃，不吃就觉得奇怪，全身痒，不对劲，不对劲。老板，哎，你好。哦，大家来有赖垂意啦，是啦是啦，海产粥。哦，边港有名，西港有出名啦，就是汉山买啦。因为温饱好，刚来没干来。好，安内好。这要介绍一下，你看他后面的料。哦，是哦。哦，海产，这个都是海产粥的料，对吗？对哦。我玩海产啊，鹅啊，嘿，蛤蟆，好，好，啊，还有小根啊，哎呦，小根，嘿，啊，还有茄啊，茄啊，嘿，还有芝麻吧，哎呦，拢五种，等一下一百个系五种，嘿，是啊，拢足鲜的。去看后面，快点。你在这边，这只是前面门面，后面才是后面客人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是啊，是客满啊。我这边有时候没事哦，运气不好要排队啊。运气好是排的少一点啊。少一点，都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排很久吗？啊，别，我刚打电话给他，人家开玩笑。能够顺利吃到这一碗海产粥，真的是得靠老朋友帮忙才抢得到。亲爱的亚兰，这一刻你有没有觉得嫁给我是一件超明智又幸福的选择嘞？哇，量好多！满嘴，我们都还没吃，你就要太开始先偷吃了哦。我们还有五十道，五料好多。哎，但是你要知道哦，你看为什么说料多？刚说呢，五种海鲜对不对？真的，我这边一汤匙起来，对，什么都有哎，料比饭多。我刚刚数过我的鹅啊，我的鹅啊就有八颗。我光是蟹脚，这么小十几个。还有那个叫什么套丢啊？套丢一堆，一堆，真的耶！里面的海产啊，让你吃的非常爽快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那个海产粥有妈妈的味道，你不觉得有我煮的味道吗？没有嘞，它的比较好吃。看看姐姐，你看哦，我们家吃到海鲜的时候哦，它这边还有那个配干点，蟹脚啦、虾子啦。对，我想来这边哦，就是这样吃。你光吃这个虾，或者是喝它的汤头，你就知道海鲜非常的鲜，都是很牢啊。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们这样出来度假哦，你不觉得这个很幸福吗？对，走一走，看一看，然后很舒服的，然后吃吃这边道地的美食，边走边吃边玩哦，好幸福哦。在高雄逛夜市，不用撑雨伞，不用穿外套，还有热乎乎的海产粥可以享用，这种暖到心底的感动，真的是高雄熊赞啊！连续吃完两摊烤的跟热的，忽然觉得嘴巴有点干干的。天天跟胡塞雷，爸爸带你们两个去喝一杯南台湾最热情的饮料，阿内利哥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哦，这里呢有一个地方哦，它我们一定要来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喝的东西非常的特别。来来，喝的东西非常特别。木瓜牛奶，妹妹是木瓜牛奶，为什么这么多人？强啊！因为听说它的味道特别好喝，好不好？要不要喝？要。试试看好不好？好，来走。老板娘，等一下，全家出走，偷偷当你先生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老板娘好嗨哦，嗨！我想说，我们来这边喝喝看东西哈，还办得出来，很开心啊！我有在看，而且你是最美丽的人妻，谢谢亚兰，谢谢亚兰，你叫我亚兰妹妹哦，谢谢。来，卖钱卖高嘛，七八倍嘛，七八高到七加八加七加倍，五加倍四加倍三加倍二三，十好八好九好难好，两好，强啊！哎，我去买了，买了。